我真正想要甲决正浩的问题，啊，不过伊毋肯放我线，伊甚至讲，伫伊阿妹甲阮王甲次干妈进前，伊会继续折磨我。你敢真正有决心要放弃这段感情啊？只要离婚，就算讲张正浩把所有对阮爸不利的证据拢提出来。 伊嘛得袂着任何的好处，安尼我至少会当甲阮爸的老本保掉的。若是替伊利用医疗名义，扣到阿爸的行为提出诉讼，我一定会出面替恁作证。正好是医生，伊确实有资格会当替阮爸进行医疗的行为啊。若是无确实的证据证明伊伫咧认定阮爸。 目击证人的证词，敢若会当当作是间接证据尔？那呢？用以外遇的理由呢？迄个吴家文确实一直偷来暗器，啊，毋过嘛无证据证明，伊两个人确实有政治部的接触。喂，我是王妍希。 安尼，总算有人把伊当作是变态啊，并做了真好。那安尼就麻烦你暂时照顾伊啊。什么人开啊？是警察。正好去予人当作是变态，掠入去警察局啊。警察当伫我，啊，我去证明伊的身份。 啊，毋过我无想要去。多谢你。妍希，敢是你来啊？妍希无想要插你啊，我是好意来救你。今日是我头一次看到你的身材，你练了真好。 你伫了真好，伊伫有足侪查某囡仔足喜欢你的。无怪啦，阮家妍希哦，毋管安怎拢毋甘离开你。啊，毋过伊即摆笑笑，规个人拢变甲无正常，真正陪你袂起。无怪哦，人咧讲哦，迄好朋友拢袂当相信啦。你若是发生啥物代志，该伫后壁独立一堆的人。 定定拢是你的好朋友。我车就伫咧外口，我送你转去啊。有啊，我之前甲当作你甲妍希的关系，所以你应该对我真不般的对啊。想袂到你今仔日对我遮好。我之前甲妍希当作上好的姊妹仔伴，就算讲别人笑我是伊的小跟班，我嘛无囥咧心肝内。其实我想起。 就是我的沙龙店拄着财务危机的时阵，妍希甲因爸爸竟然计输不起，平常时佮有偌照顾我，结果拄着代志，煞一概伊拢唔愿意提出来，真正是足无情。唔对啊，啊伊讲我去找黄世昌的时阵，你毋是佮真保护伊？表面的功夫爱做好啊，啊我若是佮妍希拆破面，对我有甚物好处？ 你今仔甲我讲这，你唔惊？我去做了袂啊？坦白甲你讲，我今仔日的救你，是因为你即摆是永信医院的当事，我要甲你拍好关系啊。啊，毋过我想无呢，咱两个人有共款的目标，你是安怎害我？敢讲你无想要保护妍希？伊讲真正会反背妍希，甲我偷来暗器。 好啊，我来看卖下到底是变什么梦。有啊，我当然有兴趣啊。遇到你这种美女，我最没有抵抗力了。好啊，那安尼咱约一个时间做伙啉酒，好好开讲。对了，啊，你不是讲你想要保护妍希，你想得办法了吧？嗯。
我就是甲你变成非常好的朋友，就是对人生上大的保护。你想要跟我做朋友？也毋过我的要求就悬咧。不管你有啥物要求，我拢会答应你。任何要求。任何要求。啊，好啦，啊你等我一下，我去准备一下。嗯。丽丽，你有正浩的消息无？是啊，阮朋友已经跟我讲正浩伫迄倒位啊，伊即马准备要去饭店啊。甲迄个查某人。即马哦，都传地址予你。啊，你即马赶紧出门啦！等下像你去房间的时阵，就会当开始录影搜证。是安那？咱上车了，拢歹讲话，是毋是忝啊？可能用上侪酒啊，我感觉我头壳淡薄戆。无紧啦，较等下到位时，我绝对让你规个人清醒起来。你够真敢讲诶！查甫人绝对讲会到做会到啦，较等下我绝对让你做满意。你哪会行遮？我毋是要去饭店。我临时改变主意啊，我想要去别个所在。你是安怎驾车才来遮？这较吓人啊！你看，这路顶菜无几枝，规条拢暗毛毛的。安尼，咱要背着烟丝头来暗去，较吓人啊！不是啦，啊，我都没关系，我唔安尼啦。有什么代志拢第一解啦？应该袂我是无？无咩啊嘛？明仔我会订好饭店，开上好的香槟等你。我一定用心好好甲你伺候的，哈。然后颜师弟来抓狗，那你就借口他们搞离婚了，对吧？其实我早就知道你的目的啊，陪你耍。只想要知影你到底想要变什么样？美人计，嘛小可去照个镜，佮真正当作我对你有意思呀？对，让你规个人清醒起来，这么清醒了吗？啊，清醒了吗？我跟你讲，你抓不着人啊啦！张志豪，你怕啥？救命啊！救命！黄元熙，恁两个竟然串通好好，要来设计我？你外口有别个查某，你搁敢安尼质问我？我外口无查某，是你恁家己贴过来。讲要做我的查某，什么意思？伊要借此我有婚外情，予你有证据，通我有借口搞离婚。伊这种货色吼，我看无住啊，所以我抓伊来拎拳头啦。王先生，这条线我绝对算恁爸仔头壳顶，以后恁爸仔免想要有好日子通过啊。丽丽，丽丽，你晚走吧。你想都不要你走啊！
从正浩我甲你讲啊，讲嘛好啦，我都唔免想讲，我要安怎甲伊解释？你敢会怪我？我哪有可能怪你？你为着我甲文爸这尔细心，我哪有可能怪你啦？我只是一生气，我生气你是安怎要安尼做啊？因为你是我一世人最好的姊妹婆，看你哭，我应该感觉足不甘的。啊，不过我今日足欢喜，因为我感觉你也是足重视我这个朋友。原本我想讲哦，今日你来房间的时阵，看到我跟张振浩都伫个眠床顶，我袂安怎甲你解释？下尾哦，我咱两个人以后见面的时阵，更加足难用。即马看起来是我想伤济，是安怎安尼讲啦？有你对张振浩的感情，放了伤深啊！你想性命咧爱伊呢？我一回事，哪有可能？怎哪有可能比你更加重要？你是我一世人上好的朋友。不管发生什么代志，拢袂改变的。也是，多谢。这蔡云龙，我都在这么短时间内摕到公司的一亿，来华联买地。若不是甲地主串通好，伊敢无法度安尼做？今麦工总一直在找我，林干嘛在探听我的代志？不管去何上找到，我拢会真麻烦。廖振兴，有你的快递啊！今晚我问你，该拄我跟张志豪、张志豪先生伫结婚之前所签下的婚前协议。今晚你拢愿意公开撤销从婚前协议这个消息，那应当开始我相信你。别搞我！你走开啦！我不要跟你讲，我要回去找我妈妈。算你衰啦，小姐，你敢有看到一个一边查某囡仔开嘴哈嘴的是妈妈？妈妈，你是妈宝啊？我蔡韵如这世人上讨厌妈宝的查甫人啊！爷爷，你们走动！这摆来是你家己要做。要是听我的话，不好跟我配合，我一定保证你学生儿对再不。余总啊，你人是不是来宾？是不是有其他人在你来宾啊？你紧开门去！余总，你紧开门啊！余总。